能参加本次世界杯，我感到非常的荣幸，然后也非常激动。因为前期训练当中有受过伤，中途想放弃，然后感谢武馆中心的各位领导，没有放弃我，并且相信我，然后才能让我有机会在这次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现中国武术散打的魅力。谢谢。